系，我就问。读物理有特别的天分吗？或者数学能力要很强才行吗？要有耐心跟方程式一起玩耍，才能看出背后的物理意义与真实世界的连结哦。高中物理成绩要很好才能读物理系吗？这是蛮合理的连结啦，但是重点应该是各位喜欢思考世界的本质，还有动手解决问题的习惯，而不是只是考试成绩很好。虽然大家现在都在谈 AI 教育，但为什么学物理还要学写程式呢？要描述世界的语言是数学，帮我们计算数学的语言就是程式。从高中升上大学，你觉得同学们的学习心态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转变呢？请不要再以修课的接收心态为主，而是转变于以参与社群、创造薪资的给予心态为主，另外再加上好好生活、感恩助人。你认为新一代的物理系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技能和知识，才能因应未来职涯的多样性呢？不要害怕，稳扎稳打，基本功越扎实，越能够跟人沟通合作，才越能应对将来各种不同的要求。